哎，先邀请来宾 Baseball， 那就是我们那个普通的穷人拿到钱之后，会乱搞一通的活动。各位有没有想过中了头之后你要做什么？搬音乐剧啊！中了头之后就是要搬音乐剧啊！做一通，像那个，比如说其他音乐剧都会想说，干我找谁才会很爽，才会很多人来买，干我们都不想，我们就想说，干我想找谁，干我有钱我管他去死。明天还有一天，明天还有一天。对，我可能很多宇宙人歌迷，或是卢凯龙歌迷，今天没有过来。卡位没有关系，我从那个开始玩团的时候到现在，我见识过非常多的卡位。我见过最帅的卡位。你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些白痴在干嘛？卡什么位啊，白痴！你年纪比较大，真的觉得干好帅哦。卡什么位啊，干好帅哦，干我都不想卡位，你还想卡位？对，我最帅，我看过最帅的卡位就是有一次那个野台开唱的时候，在2001年的时候野台开唱，那年五月天有演，五月天的歌迷就在楼下卡位，然后。那年的野台开唱是从下午的早上的11点就开始了，所以有一个乐团是来自高雄的朋克团，他们在摔电视，就一个台上，这样，然后他们就带着他们的座椅还有那个雨伞，就在等五月天，可上面有个团在摔电视，摔在他们旁边。但他们的歌迷就是 I don't care, fuck you. I wanna see the mad day, fuck you. 以前觉得干你们这些歌迷在干什么？对，我年纪超过35岁之后，我就觉得干好帅哦，鸡排。告别之，这就是帅了。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抱持着我也要这么帅的活下去，这是毕竟音乐季的宗旨。对，大家可能觉得，对，大家现在可能觉得那个，哦，不要排队，干那个红豆饼那么难吃，我还要排队。但以前我以后你会觉得，耶，我要排队，干你吃不到，鸡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88.8，请吹一首歌。Yeah!
掌声，我说。